去买樱桃去吃。好。草莓酱啊！姐姐太小，不能帮忙。对，姐姐做了没关系啦，阿祖他要，小心哦。地下。牛奶也是。两瓶了。牛奶也倒进去，慢慢倒进去。鲜奶把它给倒进去。倒完了以后，倒把鲜奶油跟鲜奶放进。1:1的比例摆到冰淇淋机，那草莓怎么办？摆进去啊。我再来，你放进去，好，一声一声的，把它放进去。对，不要，不要太进去哦。好，我们就是等它打好，然后再来看。还来吃？那这个要给我吃。那我等你要买三个鞋。你不要按到那个按钮。一定很好吃，我好想吃哦。过了10分钟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说我不可能过还在的，那你就好好养一只了。我好黏哦。你不会觉得饿了？这是樱桃的冰淇淋，而且我们每次都是一次吃一桶。越多就会冰淇淋就越来越小，而且我自己做的，而且不是要买的。而且这个又没有喝。晨晨也超爱吃的哦。嗯，这是我们的产品啊。哇，天哪！而且，芒果。